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符奇笑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853集的节目啊，又到了我们布鲁可积木的系列时间，这是他的第四弹的作品了。那前几天已经拿到，但是声音没有复原的关系，那拖了一下，那经过了两三天啊，慢慢的把它组装起来之后的话呢，今天就可以给大家做这一套的分享了。那一共有9个玩具，那我们一个一个来给大家做一个分享。第一个的话呢，我们拿到这个黑色的暗天云，这一次的武器的话呢，佩戴非常非常的不一样啊。先前的话呢，有红色的 OP 啊，白色的 Ultra Magus， 还有紫色的金像配色。那么这一次的话呢，多了一把红色的大剑。其实我从盒子里头拆出来的时候呢，我在想到这个红色的武器是混了谁的一个兵器在里头嘛啊。那还有另外一个双手大炮啊，这个双手大炮的话呢，倒是有点出乎我意料之外啊，可以安置在手臂的臂甲上面。那本身这个玩具的印刷还是比较漂亮啊，特别是它的一个胸口啊，里头这个红色的部件，眼珠也是红色的啊。那这个肩膀上面两个狂派的标志呢，还有着非常漂亮的白色的边缘啊，可以说是做得非常精美的一款玩具了啊。那对于这一款已经是设计的相当不错的基础模具的话呢，又多了一个配色了。卡恩的话呢，应该是这一次大家很想抽到了一款玩具的体型的话，感觉非常的魁梧，它的胸口的话呢非常的巨大，而且它的一个手臂连接的这个关节的话呢跟其他的玩具呢不太一样啊，是直接一体成型附在这个零件里头的。我们可以看它的脸部呢是一个狂派的标志，胸口也类似是一个狂派的标志，这里又有一个狂派的标志啊，我连它的裤裆都觉得它像狂派啊，是有这么样的一个凶猛是吗？那它的背后的造型要这两管的一个火炮在这里，这个空洞的话呢，按照说明书的一个解说方式的话呢，这个手上的炮啊是可以安插在上面的啊，不过我还是觉得放在手上啊可能会更加的帅气一点点。那么一个两个手臂这巨大的一个肩膀的话呢，看似好像有点危险，其实玩起来的感觉的话呢是非常舒服的啊。那之后会不会有其他黑狗队的成员一起推出在这个系列，我们真的可以拭目以待啊。这一次里头有一位博派小车成员的烟雾，他跟先前的爵士啊、银霹雳啊这几位的话呢，都是相同模具的。但是我们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啊，相较于他先前推出的几个朋友兄弟来说，他身上的涂装可以说是更加的多样啊。这个博派的标志，还有这个地方啊，车头应该是类似于车头灯的部分啊，有很多的细节点缀啊，腹部、裆部这里分色很丰富啊，筋骨的这个地方啊，也是有非常非常多的细节呈现。不过后面的话呢，就稍微单调了一点啊。那么这个模具收集起来一字摆开的话呢，也确实也是非常壮观的。然后这一款震波呢，应该也是大家比较希望抽到的重要人气角色之一了啊，狂派的几位巨头啊，终于全部到齐了啊。然后这一次的震波的话呢，它有一个隐藏款，隐藏款的话呢，好像胸口是一个透明部件，但这一次的我没有开出来啊。然后它有一个致敬的一个手掌啊，这个手刀的一个 pose 是可以做一个替换的。另外一只手臂的话呢，则是一个手炮，而后面也有一个连接管接到它后面的背包。那本身的话呢，是一个造型非常好看的方块人。那么眼睛的话呢，由于是单独一块分件，所以看上去特别特别的突出。而除了这个致敬的一个手杖之外的话呢，它也有附带一个可以持武器的一个手掌，以及它自己变成了一把手枪啊。Ultra Magus。应该有蛮多朋友知道呢，其实在 G1 里头，我个人比较喜欢的博派成员应该是属于 Ultra Magus 了啊，主要还是来自于说他是一个有露脸的一个角色，而且性格上非常温和，蓝白配色啊，也是我比人比较喜欢的。先前的话，布鲁可积木有推出白色 OP 的模具下去，我只能说他是一个冒充的一个 Ultra Magus， 这一次终于推出了属于他的一个真正的形象了啊。他的一个肩膀的话呢，做得非常的宽大，然后两侧也有导弹的装置，那面部的话头雕做的还是相当可以啊，眼珠子的话呢也是蓝色的眼镜，嘴唇蛮紧闭的，挺好看的啊，两个天线一样有的。那翻到背后的话呢也是造型非常非常的 OK。 那它还有一个胸口的话呢是可以把它给打开的，打开之后的话呢，里头可以看到那个领导模块的一个刻画啊，但是是没有上颜色的啊，稍微有点可惜了。
这一波的话呢，一样是有恐龙的小队成员，这一次则是剑龙嚎叫。那他的一个人形的话呢，感觉吧，跟先前的几个同伴队友比起来，我怎么觉得他好像稍微苗条，好像没有那么样的一个魁梧啊。那佩戴的武器呢是一把灰色的长剑，它的后面的这个尾巴了，应该说翅膀的部分啊，跟这个恐龙形态的是共用的部件，所以这个地方有两个凸，如果真的很不喜欢的话呢，可以把它给削掉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细节，这个地方凹进去哦，里头这个地方凹进去啊，它还是有一些点缀在里面的。而这款剑龙的恐龙形态啊，这个造型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可爱啊。它的背后的一个剑龙的这个造型的特征非常非常的明显啊，可以跟其他几位成员摆在一起啊，这个阵容算是越来越强大了。那我们来看一下基本的一个龙形下的可动啊，这个后肢可以360度的转动，然后呢在这个地方还有多了一处的关节，脚掌也可以做给接地的一个替换，然后前肢的话呢就只有这里360度的转动了，头部的话呢转动性非常的好，嘴巴还能够张开，张开之后的话呢里头还有一个可以装置火焰喷射的一个孔洞啊，不过这个玩具本身没有附带啊，那不过呢我们也是可以使用先前钢索所附带的这个火焰特效剑啊，来让它大肆的破坏一番啊。然而呢我们默默的呢也收集完了六个工程合体的成员了啊。那么我们这个吊钩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吊钩的话，我个人还蛮喜欢它的一个造型的啦。这个肩部的话呢，这里可以搓动啊，非常扎实的一个肩膀的造型，面雕也是好看。那么胸口的话呢，一个狂派的标志非常的巨大，手臂360度转动没有问题。后面这个吊钩的话呢，这里是一个球形关节啊，所以你可以把它做一个任意的一个转换。前面的这个吊钩的话呢，还可以往下面放下来一些啊，所以它可以完全可以摆到前面来。啊，是一个我个人非常喜欢的工程合体的成员啊。另外这个铲车的话呢，看上去也是非常的结实啊，非常的壮啊，这个肩膀上面有轮子的机器人啊，就是特别合我的一个喜欢。然后它的一个这个地方呢有一个液压管的造型啊，对了，顺便提一下吧啊，先前啊刚讲的这个它的两脚的造型是不对称的啊，所以我更加的喜欢了。那背后的这个一个铲子的话呢，是可以往下往前，只要稍微这样堆一下啊，就没有问题了啊。那这个六个成员的话呢，终于把它收集完成了啊，看上去的话呢还是非常有魄力的啊。当然了，是不能够变形的啊，那还是有人会啊这边咬着说啊，不能变形的变形金刚还叫变形金刚吗？哎呀，这个我就不再提这个了啊，难道长得难看就不能是美国人吗？对不对？好吧，那这一组布鲁克积木的第四弹呢，我们就给大家分享到这边啊。九个玩具里头，我觉得每一款都做得非常不错了啊，都有它收藏的意义。那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边，非常期待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